现在是晚上的1点钟，两个小朋友已经睡着了。现在是12:51，马上1点了。平时他们没睡觉的时候，我都没有办法做我的事情。今天晚上我要用这个美容仪来护一下我这张老脸，先把头发扎起来。平时我也不怎么化妆，不化妆咱们也是要清洁的。这个美容仪特别好，很多博主都在用，然后我也入手了一个。它第一个模式是清洁模式，其实这个操作起来特别简单，咱们把这个化妆棉贴敷在上面，然后把这个扣在上面就可以了。你看，就像这样。肯定有很多宝妈跟我一样都不爱化妆，不爱化妆我们也要清洁，一个星期清洁一次就可以了，不要太过于清洁了，因为会损害咱们的角质层。这样弄上去，然后这里有个按钮打开，然后这里有选项，咱们可以有微脸，有清洁滋养，再有滋养眼部的紧致微脸，然后我刚刚是倒的那个卸妆油，然后咱们先清洁一下。然后这里有调那个档数的，你看它一个点就是一档、两档、三档，我就用一个中间的，用个二档就可以了。有没有听到呜呜的声音？这个特别神奇，它一接触你的皮肤它就呜呜开始工作了，然后离开你的皮肤就停了。它接触你的皮肤以后，它就会加热打开你的皮肤毛孔，这样的话就能做到深度的清洁了。说话声音有点小，因为两个小朋友在睡觉。你看这是清洁好以后的，虽然说我平时不怎么化妆，你看还是好脏哦。咱们第一步清洁完以后，第二步就是滋养模式。我今天来贴张面膜吧，平时也没有什么时间贴面膜，这脸有点小。现在我的面膜贴好了，然后咱们选择滋养模式，也是开机长按两秒。第二步就是滋养，我还是用的二档，我不太喜欢用三档。然后咱你看它这个光是红色的，就这样来回的推就好了。你自己敷的话它就很难吸收，借助这种美容仪很快就把水分呢吸收进去了，它有一种温温热热的感觉，真的非常舒服。我们平时敷的面膜真的它根本就没有吸收，我们借助这种仪器它就更容易渗透进去，很快就吸收了。其实说实话，去你去美容院的话，人家也是用这种仪器给你做，说的好高档好高档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其实我还是支持国货的，而且它这种没有线，它是充电的，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用在哪里。我来给你们看一下我儿子他们睡着了，你看他们两个睡得多香啊，这种超级方便的。我刚刚把面膜摘掉了，然后洗了一下脸，我感觉摸着我的脸好舒服呀，比昨天的脸要舒服一点。然后第三步是眼部复活，就是你没有眼霜的话可以涂在这里滋养眼部的，就这样，它是这样呜呜震动的，它是打通我们这眼部这个血脉的。我们刚开始用的时候可以先用一档，因为你一来就用三档二档的话，你以前没有用过这种美容仪，就皮肤它一下子接受不了，就是我们早上起来有黑眼圈啊，就是晚上喝多了水有水肿，就是眼袋是肿的嘛，就可以用这个敷一下，因为它可以把那个血脉打通，一边20下就可以了。接下来第四步就是提拉紧致功能，这个的话就要用这个凝胶，就是你买这个美容仪的时候，商家他都会送你一个这个一大瓶的，可以用很久。这个是多少毫升的？这个是220毫升的，可以用很久。我就先涂一边脸给你们试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效果。其实我最喜欢这个了，额头也涂一半。现在打开我们的美容仪，它这种模式是射频加脉冲，射频是它由内而外的加热我们的肌肤，刺激我们脸上的胶原，脉冲它可以锻炼我们肌肤的弹性球。哇，我觉得它这个把我的肉从两边收紧了，我一放在这里它就是那种收紧的感觉。刚开始用的时候你们尽量用一档，我拿到的时候都是用的一档，现在是用的二档。第五步是我最喜欢的微脸模式，我特别喜欢。然后这个微脸模式呢，你就要这样不断的重复往上面推，推成一个V字形，微微的有一点电流的感觉，真的这个特别方便。我要坚持起来，因为这个美容仪嘛，你要坚持才有效果，不是你用一天两天就有效果。其实真的
再贵的美容仪，你拿来用，如果你不坚持的话，都是没有效果的。它这个送的有一个这种卡座的，你看，这样放进去，很方便的，放在你的梳妆台呀就可以了。